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10月22号、23号、24号周末以及礼拜一的各星座运势。好运星座非常恭喜牡羊座的朋友，桃花上门，喜事不断了，适合在周末约会。天秤座的朋友在这个周末呢，适合逛街，就是购物，而且呢，你适合美容护肤，喝下午茶，心情也非常的愉快。那水瓶座的朋友呢，这个周末适合享受美食，心情愉快，没有任何的压力哦。两名星座在这个周末特别注意，分别是双鱼座，行程会有一些耽误的现象，让你心急如焚。那么狮子座呢，要注意一下你的睡眠啊，身体在这个周末非常的疲倦，会有一些睡眠不足的现象。各星座在周末的好运数字以及幸运颜色推荐啊，火象星座请你用红色数字3，土象星座请你用棕色数字5，风象星座请你用银色数字4，水象星座请你用蓝色数字7。